我们？哎，你刚才说啥呀？你还没吃呢，还没死，我还活着呢。你胡说八道啊！你要胡说八道成了。您这耳朵也不好，现在脑子也不好，手脚也不利索。今天打一个，明天打一个，后天再打一个，哪有那么多瓦摔啊？干什么？你才不要脸！哎，我下去再管你什么事。爸，能听清楚吗？哎，张老大呢？什么？你家老大逃不起来了，他走了。